说前几日你在方氏受了委屈，我去给你报仇，可好？报什么仇啊？我去砸了方氏的店，替你出气了。苏文宇，我跟你说话，你听见没有？我说我要去砸了霓裳的店。霓裳已经死了，不管你砸什么，都与他无关，跟我无关。那你说，我要做点什么才能与你有关，才能让你清醒一点？你做什么都没用。行头会之力，因此派我来善后，把方氏彻底赶出京城。官府并未发文让我关店，你们苏家啊怂恿行头会作恶，我要去告你们。对，我们告你们。你们方氏扰乱秩序，有伤风化的案子，在官府是背了底的。你去告，看有没有人理你们。进去给我砸！诺诺。啊！我看你们谁敢动啊！我跟你们拼了！行了，行了，你们干什么？都别动，都别动！我看谁敢砸过王殿下的铺子！别动，别动！方氏制衣铺从今日开始，便是我洛阳府的家产。谁敢动他一块砖一片瓦，便是与我洛阳府为敌，将由官府继续纠缠。